Hello，我是米娅。我今天要念的唐诗，它有点难，因为它是七言绝句，它有点长，它有八排，所以我会分成两遍。因为就是我念完了一遍，然后我再念一遍，我会念两遍，因为我怕你们会不会背，所以我念。那我们就开始来背我们今天要念的唐诗了。我会慢一点背，你们的脑子比较好记。古邑成卜鹊桥之之，作者沈佺岐。卢家少妇浴金堂，海燕双栖带媚娘。九月寒针催木叶，十年征戍亦辽阳。白狼河北鹰书断，丹凤城南秋夜长。谁为寒愁吹独不见，更教明月照流黄。那我们再念一遍。好，古邑成卜鹊桥之之，作者沈佺岐。卢家少妇浴金堂，海燕双栖带媚娘。九月寒针催木叶，十年征戍亦辽阳。白梁河北鹰书断，丹凤城南秋夜长。谁为寒愁独不见，更教明月照流黄。那我的唐诗就背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人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爱心哦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，欢迎大家帮我提出来哟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